这就是我们今天坐的船。不愧是夏天，日本到处都有祭典。那这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神社，叫做新泉神社。那我今天要跟小琴去坐船游东京湾，那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在日本可以怎么玩夏天。那坐船一个人是2600块，那饮料酒精都可以喝到饱。那先让我们带你去看吧。大家好，我是阿凯。嗨，我是小琴。耶、hey, ，我们今天来东京湾的纳凉船。纳凉船，那它就是我们可以坐在船上呢，一个人是2600块的日币，然后它会绕东京湾一圈。那2600块里面包含了座位的钱以外呢，还可以无限的喝到饱。那喝到饱种类包括了沙瓦跟啤酒类，所以是很划算的、哦。可以喝沙瓦，可以喝沙瓦。我说。可以喝到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东京湾纳凉船里面又长什么样子吧。Go！ 大家好美哦，多秀！后悔了吧？为什么我不穿浴衣啦？那来到这边呢，你要算可能要吃东西呢，是另外要买这个食券，那一张是500块起跳。那基本上吃有喝到饱诶，这个吃是可以自己买券的，如果你不吃的话也可以。我们等一下坐的船就是那个。真的好多人呐、啊！好了，那我们准备要上船了。我们的票券只有在网络上预约才可以再折200，就是2400。那你每次拍，这里太好了，这里是 Escalator。太好了，不用走了。2600人想要坐铁达尼号，可以开始吃了。对啊，我吃了，可以吗？太好了，刚好500，你知道吗？今天这样子，どうぞ。パロール、好きなどうぞ。サンド。ロール、600円です。一张加一小。哇，这海耶！哇，啤酒也是喝到饱。干杯！来，准备吃的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墨西哥卷。不要不要去帮我们的食券都没有，这里好像夜店哦，有夜店 feel。对啊。哎，我想要吃一个黄瓜。
沙瓦，它那边还有柠檬沙瓦，还有一些 wine。乌龙茶，但它很没用的，喝了乌龙茶。超美的，包子沙瓦。现在船已经出航了，东京湾的景色。真的今天是亏，吃不下也喝不下，所以下次呢要找个时间再来血洗一次。人生跟体内的，这就是女性最痛恨的生理期。女生的生理期最痛最可怕的东西，每个月会疯狂流一次血，却应该是。这里。